喂，同學，你而家去邊度啊？請問？喺青衣嘅長發體育館。誒，做乜嘢啊？你哋？打呢個業組學界乒乓球比賽。哦，係咪打咗第一場啦？係啊。情況如何？暫時贏咗一間學校，之後會再爭兩間學校嚟打，再打多兩間學校。好，祝福你啊！希望你一切順利。睇下周圍嘅環境先。咦，有老師喎，呢度啊，社工。咦，後面有啲秘密武器喎，似乎。仔嘅心理狀態真係好好喎，兩家公心理狀態你睇得到喎，佢專注。